關節僵硬、赤赤痛點算好呢？除了你拎支藥膏左搽右搽之外，仲可以試下 Ketlo 嘅特強黑鷹桃皮精華。Ketlo 嘅特強黑鷹桃皮精華可以平衡我哋體內嘅尿酸水平，抑制嘌呤嘅轉化，同埋減少尿酸嘅結晶，減輕尿酸性嘅關節痛楚，改善關節嘅健康同埋靈活度，提升我哋嘅睡眠嘅質素。頭先講過啦，嘌呤究竟係咩嚟嘅呢？嘌呤是我们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一种代谢物，如果体内的嘌呤太多，会分解出过量的尿酸，当肾脏无法去除足量的尿酸的时候，尿酸有机会经过血液流向软组织，并形成结晶体，积存在软组织里面，就会有机会引发好像痛风的这些健康问题。所以如果你是血液中尿酸值偏高，关节不适，成日食埋啲高嘌呤嘅食物，好似菇类啦、肉类、内脏或者高脂嘅食物，经常会饮酒或者成日会出去食饭啦，同埋关注尿酸问题嘅人士咧，可以考虑一下特强黑鹰桃皮精华。